那个叫白带蟹嘛，那你两个搞买买，两百多。你两个带走，两百多，白带蟹两百块。哎。小马鸡腿啊。中国半个菜我都没上呀。啊，几百块嘞？几百？白带蟹。啊，几百哦。嗨，拜托，这一包就一百一喽，两包卖你一百，你们在想什么？来，几包过来，白带来几包，最后两个人给白带一个。我付你，我两包白几包，我你怎么套路啊？过来，谢谢。最近要跟小学生你一定都，一定要跟他们聊抖音的事。这里不能哦，公开了。不能讲怕乌龟七，怕乌龟七已经旧了。全家。I like it, chicken. Chicken, chicken, chicken. I like it, cha cha. 来，两个人给来一千块来。这个还 OK。红条。再新一点的话。来几千个，通通炒好了。这里肯定要几块三八块，怕的炒不赢。红台二啊，先走一条一条。来四块哦，四块一千块炒不赢。来，你两个买买，来五块哦，红条。两个吃嘛。我买一千多，一千块。我倒我都无内行的红条，我敢削着多？我苦你，老板，烫一盘，等于吹，等于蒸，等于煮，等于热，再开高八，开八八。红条，七百五，七百来，五百好，五百。爷爷来，红条五百好来。五百块。谢谢，感谢。红条呢？头看着就叫。我四只五百块够俗啊，剩五只，五只红条，伊拢唔知我咧卖啥，你直接有毛。小大小，来要食海白的来，来开五百，开四百，来三百块来，三百块。你们看哦。好啦，我看无的人去买买啦，你开到三百啊。我你要买两份哦。OK 吗？你看可以哦，就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再。找伊两百。大家讲啊。啊，这里面几分？九分。九分多了，来好，来，这里哈、哦，叫一个人去买呀，啊，你搁包一个三百哦。我三百呀。你有三百？啊，人要买三百，要九分三百，啊，遐一万人买呀。真是哦。啊，你包哦，这啊，你就包九分两千就对了，好，好，慢慢分，慢慢分。来，要吃椒麻鸡腿饭来，两百块。我是两百，我同样交。哎，我给。交一两百，你是要坐偌济？你想要？你是不是？你结婚啊？哦，快来乱啊！哦，我歹势无恁代志，我叫你去咩结婚啊？你唔知俺两个咧讲啥？两百多而已啊！哎呀，退钱一百就好了。对啊，退一百多啊，国家一起用输啊！你来这也歹势出两百两，第三个收三百，是这样。哎，这鸡咬的哦，来两百块贵嘞，来三个，都叫声了，有吗？椒麻鸡腿还有吗？对，没有啦，没啊，来三个，两块四个，真家伙香，好笑，来这次再给你啊，不要说了，照烧继续，照烧继续上来，照烧五个，照烧来两份的，一个，好太阳，照烧后。买啥啦？我还讲无啊！你是买啥啦？我唔该讲无啊！照烧来，这不是虾米哦，这不是辣的哦，这是照烧的哦，一样大只哦，来看哦，来赶快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两百了，起码嘛是了钱卖你呢，进鸡腿无讲卡少，来三片，来这几个哦，赶快上我哩，来两百块来照烧鸡腿，来两百块来，这不会辣啦，来两百。帅哥，你们提问吗？来，照烧鸡腿，买大只的，买两百块，各有上何观点？来，最好两个人给照烧鸡腿，来三鸡来，鸡鸡哥你来两百块，最后两位还没有买的动作，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还有人没有买到的吗？照烧鸡腿，对了吗？对，这三只两百就很便宜了，我卖你四只，四只两百块，快点。看哦，人家不一定要。来两百弄完哦。顺手的，人家不一定要让我顺手卖。等一下，来弄完，来吧，小鲑鱼来，来顶级鲑鱼看一下，来喜欢吃的快点，来我爸爸来，谢谢哈，五百块来鲑鱼给我爸公，他跟我拜拜吗？拜拜，我跟我拜拜，对吧 ？OK， 超漂亮的，
那个我们需要左右拍一下比较自然。至少都要180，来三地，唔免五啊钱，免五啊毫，来500块就掏钱进来。我这也要几回，要求够高吼。真正摕一份的钱我，你买两份啊啦，一个月贵300，我袂敢收你。来500块，来100，来500块，赶快啊！没有几个客人买得到，你们动作快一点哦。五花没完的五花，今天现在国语没有像你们看到的那么便宜了。来500块，就在单上国语啊。另外，记得韭菜盒子刚够。来500，来这边都可以的。4片600，买不到了。来500块，国语500块。看你昨天看的，那边弄，那边那边弄。4片500已经不划算了，你们很划算，我们不划算，反正老板不在了，卖一卖了。老板去哪里了？老板走了，来我爸，手机开车了。因为我不好意思，人家不一定要让我。我到那我地，我把一个邀请，这样扛住住。来，这两个一地，哎呀，一地多存了100块，我问三天三三啊，无啊。来500块了，来两个，6片，我要去对国语，顶级国语一片不到100块，来这样，哦嘞，得加小的，来国语，6片哦，6片，还要拿钱我就来，给我200块两把国语，500块浪费了啊，来喽，谢谢，干掉了，国语，比较可以有礼国语刮小的，超漂亮的，不用问了，白仓跟黄鱼还有的话吗？我哪里有白仓啊，这位小姐？这个是昂仓，金仓啊。老板吗？老板，你好。老板，要这三份呐？这边三米。可以的。哦，可以啊，给你。可以呀。500啊。这几份呐？可以呀。快点。6片。刚好。跟大家一样。澳港男嘛。吃啊。一样的人吗？一样啊。哦，还要不要一人一份？好，来买一份吃好了。昂沙来，来昂沙来喝。阿威要吃啥？黄鱼喝，黄鱼嘛好来。这三种。我那个茶就做咖的。不会啊，他不会做这种。来，他知道我在陪他。1000块给我，知道我在喝。OK。我刚是一种的，不会我你的一种啦。小声一点，只有你有。Hello， 来包。黄宇，黄宇，来过来换黄宇了。我换别只得了。你黄宇要多啊，要少？要你要很多还是要一点点这样？可以多没关系。可以多没关系啊，来。哎呀，还蒙掉的哦。哦哟，八点。哎，精力不得了，哎呦，还好。来，要吃黄宇来，500块。500。应该是6个客人而已，也应该是卖6个客人而已。来500块，来500块，应该要省啊，你讲要省几家，你讲一得。来500，我讲三百500嘞，你小心啊。你大声，有气诶。来这边过来，来500块，好，来500块。谢谢。黄宇500块过来，要吃黄宇啦。过来啊，漂亮的黄宇啊，来500块，来这边过来，来黄宇500块。你来啊，你。会较紧嘞。你弄啥？你要不要收入哦？单价还没利息啦，姐。你们都知道不便宜的，还要考虑那么久？是你的吗？塞！哇塞！你的吗？对，好，我要找你500。来，500块，有上个观点，黄宇进来。来，500了。500块，还有人没有拿到的吗？黄宇500块，来这边过来。来这边个请你来，来500了，够三百块了。黄宇，这个黄宇我在今天在中部，今天在中部顶多3500，最多。黄宇，最紧的行情，最紧的行情。我八万一年，那他这个银行来了，有。你们家银行来了。过来问几家，我阿姨家过去。这好像是很溜的吧？这好像很溜。来500块，安弄咩了？黄宇卖出来。来啊来啊！啊，我点黄宇就是来。来，啊，只能买个白白，好不好？都没人要把我夹鱼啊，这两个都变平了，看人要吃鱼啊。汤哥帮我端锅啊。来1000了，1000块。两杯也卖1500啦，1000块你也对啦，2杯哦，2杯1000哦。有人要吃哦。先下来，我等下先来。阿弟拿2个箱子给我。我一定要不要去的。
你啊，你面皮咱下只得咯，而且下只干点面皮，阿爸又干点面啊，下张面。我见阿成下，真系咩？而家干排到，下较轻松嘞，较轻松嘞。来，阿叔要食啥？下面皮好啊，我谂住下啥物件？系啊系啊。系啊，阿爸。这两块的。这啊，人呐。我来这啊，这你。阿这了，大哥也。全部拢。来，阿要食鱼啊，紧嘞哈，来鲍鱼啊。包鱼多啊，几啊？几条命？几条命咯？来，我鱼五百块嚟，五百块嚟。我鱼买五百，五百，五百，四尾来五百鱼。我认钱就仔。四尾鱼，有少少我鱼贵价呢，我觉得好平喎。来五百，我最后借你两条。来我鱼五百。我就知道你们要这个镜头，怎样？就干那个。OK 吗？这两个就包。哦，那个照片好了哦。OK。哎呀，找错了。老七吧，你喜欢上班不啊？哦，我在上班。来，回收啊，交多少钱？回收。来，黑五交我了。接下来，交。因为我知道他拿票。我知道他拿票。来，要讲包鱼来，我发货了。贵点的哈，比咱过年买迄只更加大粒，这一只一百。一只咱切两包切片的，来五百块，五个人的只都，来，几粒几粒动作过来包鱼，五百块来包鱼，来交好钱钱，大粒的哦，贵点的包鱼哦，来五百块来先买一个来包鱼，不要变变啊，不要再做啊，累了，你们要买要快了，开心了吧？你们开心了吧？来了五粒了，来了五粒了。买些以后贵了的，一份就是五百公啊。嘿，贵了的，一份就是五百哈。嘿，明仔载啊，人客听下，贵了的，一份就是五百。来，六条无哩，你包伊起价，我无甲你起价，我是咧拼量尔。来，七条无哩，七百块。比你六百都比人上一百，来五百了。真的，那拿冰块。来，八条无哩，最好看。来五百，来成交一个，人家只包伊。你们可以拿回去重播。有人要吃鲍鱼吧？你们可以往来备料，我的入锅就好了。你写单上备料五百块的鲍鱼，有这边备料是备八的。这色的啊，唔免煮啊。来五百块，九颗了。来五百块，九头一个金钱来鲍鱼，五百了。拢要吃完。来一二三四个客人，一个人拿十颗。来五百块。就掏钱买来鲍鱼，五百咯，五百块，五百，五百。来，你想要吃鲍鱼？我感觉你感觉我花呢？你变袂落牙手，变袂落牙手，我叫我花较少呀。买五百，买四百，但是拄仔买五百，人家唔好转来叫啊。来三百块来鲍鱼，来三百块。我讲三两就买三百块，今天买来三两，今天吃你，吃够你。人家唔免五百，来三百块来鲍鱼。三百块，小姐，人家只来包鱼，三百块，弄吧。包鱼免吃吗？特别弄。出来走。来，黑胡椒猪排来两百块来，鸡排来两百块，今年春节少两部啊。黑胡椒带骨猪排非常好吃，来三碟，来四碟，来五碟，来六碟，来七碟，来八碟，来两百。哎，无人要吃我的鸡排啊。来九碟，来十碟，拢可以来两百块来，请小姐要来黑胡椒带骨猪排两百块。还是你要鸡排啊？鸡排不要吃，我们吃鸡排啊。我们吃啥物？一定要讲。啊，我觉得还好啊。如果这个很好用啊。来，阿富贵猪脚先好过来。来，的时候或者来三八，今天来给加点大锅肉。锅里没有了。然后那个鲍鱼切一切。没有刺，没有骨，没有皮了。很快就用完了。很快就用完了。都给你了。来龙鳕鱼，来要吃开三百块的龙鳕鱼，三百块，他说你买三块钱啊，说你全家。来三百，有人要吃龙鳕鱼无？来三百块，来两盘龙尾来五百，无啊，一个人几尾都来五百，来我拍了二中二里啊，中包才七块，七啊五。七百块好还无啊？来三百，姐妹来三百块龙鳕鱼没有了？七块哦！天哪、啊，一片不到五十块，你想啊？八块，这边讲回头，回头好不好？啊，来回头买两百块来。对啊，大龙。有啊，你拢唔知你家要食啥？我嘛想无。来，啥物食回头来两百块？哦，你甲看一下，回头目睭会晕人啊，惊死人！
真正惊死人。来五只来，六只无想要卖安尼，总包无来两百块一个卖都。你等下放地上用就好。要食几多？几多钱？两百一罐拢互你。来五罐，五罐，五罐，顶五罐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。哎呦，被取消了。这无病，未出名啊！进来，来五盘冰来。五盘冰。那个。好啦，啊无，你用冰的时阵吼，我先袂去收。啊，五花冰五花啊，啊紧嘞，上好食，做人拿大，或者走，这无买着你下回。啊，你爱食鱼啊，你爱等我，我今晚要用鱼啊变后处理啊。我买老鱼啊。水饺。不是水饺，这是韭菜盒子，非常好食，比水饺好食。一包八啦，两包三元，有要食来三百块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我看大家拢买上好啦，真正好食。真的哦，你用用这个走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来三百块韭菜盒，三百块，少一个人要吃来三百，不爱卖啊，来三百块一包要十二，恁两个买了，两个个人买，收收的啊，来三百块来，三百块，买叫韭菜盒，五百块给你四百，三百了，两个人买了。真正好吃啊！我我收来啊，我无去过，恁遐套路啊，这三百块你买袂着啊？来了，来一千块来，要吃鱼啊，一千块，第五个得啦。这盘鱼啊，你唔吃，我就买好份啦。哦，啊无恁爱搞讲恁要吃啥，安尼我就继续花。啊，你若无讲，我就吃好份啊，你饿累了。哎，因为偶尔会累。神仙看到你们这样子，也会哎来。花红表表，来一千块要吃鱼的哦，五个客人而已哦，赶快拿钱喽！进来，进来，别讲一样，一千块。前面你们不要吃鱼了。啊，帅哥，你不要讲一样，你要怕是被撩撩，来一千块喽。对啊。来，赶快一千块来。一千块，来咯，一千，来你吃鱼啊，一千，规盘拢给你一千，五盘了，快点嘞！哦，来一千块，来咯，一千块，来要吃鱼啊，一千块。我是真正要死我嘞，你唔问我怎么办啊嘞？哦，六千了，来一千块。我来上上来，我来，来了，黄鱼今天贵，还是上鱼了？五个客人而已哦，赶快，来一千块来。我算一下，快点讲，不要算皮刀哈。两只剪辑带，两只黄鱼，两只银花鱼。没人要银钱吧？来几千块。没人要点单啊？来几千块来。看他了。你可以坑啊！我那料的真正哦，得有咖啡马西。哎，再跟你讲一下。没有香肠。跟你讲。没有香肠。谁要吃香肠？我有香肠。有，我们也卖香肠。我以前没卖香肠。我卖我的啊。香肠。我卖香肠大条。不想。哇，你好喂，又
来靠近你。这个拿号码签单。靠，这是拼盘。这是拼盘。来一千块了。哈哈哈。欠人太多了。靠。一千多。五半年了，快点讲五半年。这个真真的，不是伊是讲，伊看到就惊死人，知要怎做啦？哦，来一千块啦，五个块两个，两块拿钱，来一千块，五半年咯，是吧？改变啦。现在发财了，现在好，这次好成功，中央彩，考到中央彩，成功一千。你吃这红鹰牌海底鸡啊？无无无无，有只，我本来只红牌，内底有，内底有，迄鱼仔大，你会当阿问，迄有诶老型的，问起来，嘿，啊伊咧算买啊，太俗啊，来一千大，一个要是钓唔钓啊，人听，你是咧骗人啊？哎呦，我无要载对啊你，笑死啊！来一千块来，紧嘞！来一千块，无人紧嘞，来几百种来，来一千块。好了好了，收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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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！来要快哦，快点！这台湾国语拢赚出来，来大哥们几百来，来几千块来了，我们一千块来到这盘了。这是第一个大哥的，第一个我们要这盘了。你要哪一个？我们第一个的，我们要这一盘。你们哪一个？第一个，我老公给的。大哥不是说要那一盘？这一盘，这一盘。这一盘要好，你又后悔了，让好来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一个。他眼睛跨。大哥，你要哪个？眼睛跨不？这个啦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二个。来，最后三位了。这样一千块。好了，要收收走了。但是这边要加卖了，哈，一千块都有了哈。来，谢谢。还是这三位够还没加？来几千？对啊，我第一次拼盘看到人家用 Anaho 做拼盘的，我第一次看到要用 Anaho 做拼盘的。来几千？卡奖？不要变了。三组一千块，赶快，大码要快。好，感谢你们。来，柠檬汁小姐来了，大号来，要不要？一直看女生，包进沙发没被掉啊！一直看女生，来柠檬汁小姐啦，200块，到了吗？来最后一位老板，来柠檬汁小姐，谢谢你啊！加了就好吃了，这样解冻，这样吃了，来200块，柠檬汁小姐，200块，通通卖到了，然后大家一样，来回头买200，来200块回头，几杯都，回头画画。都大对了，回头加三杯酱，来200。回头有两杯酱吗？来200。拿走了啦。加东方，加东方，来回头200不？啊，两杯半，回头三杯搞杯杯，来大伙来100了。好，再回头100，两杯来搞一斤。老外，来黄鱼杯500了，黄鱼500了，黄鱼500，来200了。来三杯哦，来500一个杯了，500无黄鱼啊，来这个就会啊，来500弄我哩，来一个杯了，来500块，黄鱼500，谁要吃黄鱼？有了哈，来小香肠，我来小香肠，来几包装来了啊我，我几两？18，今年全部人阿哩话呀，几包装皮，我来500。尾巴都好的，500小香卡，500通通买到了。好，感谢你们，来阿全金宝卡拉，我们要大卡拉购物啊，大麦克。一样哦，都加倍300哦，不希望哦。评价好起来，大麦克，干嘛？卖茶佬，评价好起来，这不会了，是原味的。我边上来200，红金宝呢？哇，大麦克没有了。这300就很便宜了，200不会买的。大麦克呢？来阿伯，别上。你准备上阿伯？阿伯，我这个票本找文件，给他票本。我找文件啊，票本哦。哦，我们等下打点找文件。大哥这边呢？那条鲑鱼有后面那种的吗？鲑鱼啊。那个鲑鱼。
鲑鱼我卖完了。还有后面的九头，你要不要买？鲑鱼。好，给你看，没关系，是鲑鱼没错。来，来500块了，超漂亮的，好吗？嗯哦、漂亮。来，我包，几多杯都。五百块。500。通通给你500块。一个而已。100，那那。要不要？四百给我，四百给我。还行，还行。四百给我。差不多了。你长得太帅了，天哪！谢谢你啊。嗯、他是真哦，我太高兴了。来，金卡波哥，来一下。李炳辉。来，卡巴波哥。感受这个。你是李炳辉吗？卡巴，两千拢给。富贵多少钱？帅哥，你要不要？反正你喜欢，好吗？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点菜了？好吗？两百。谢谢你啊。卖200块给我，全部给你，通通给你了，200块钱。不然，小姐要，真的要收了啦，要卖了，不要带回家了，给你。还要什么，帅哥？最后一个袋子吗？没有，带了袋子一个200。只有一个这个袋子给你，没有袋子，这个最大的，这个最大。袋子这个最大。加两刀，他也是要200给你的，你要不要200给你？我要那个装宝丽龙那个袋子要对装。我的是那个呢。好啊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不用钱的。哦，没有，我要袋子装那个的，对装下去的。他说袋子。没有那么大的袋子。没有那么大袋子。没有那么大的袋子。没有那么大的袋子。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袋子。No。在那边了。No。我们只有包袋，看包袋的包袋，要不要？没有那么大袋。妹妹，帅哥，你过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给你花，对，应该切尾波了，没关系。好了，可以啊。喜欢什么没关系，讲没关系。对啊，就直接讲。喜欢就卖你便宜点。是啊，阿弟阿妹那个注意啊。阿姐，你给阿弟的那个。好，那外面休息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拜拜，明天见喽。怎样？这样可以了哈，高兴。也可以了，可以休息了。累死我了，嗯。啊、哦，没卖呀啦，今天你没卖，拜托喂。啊，要忘了。哦。两包给你。今天不过节日。Oh, friend, so happy today。对啊，中网也在看。他说要中网故意跟他讲话，那里面有多一点的镜头可以看。来，你们的电话。想说西伯乐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叫他来打招呼，就有点太明显了，不好意思。抓！我要抓，我丢了，太大。来个一个人我是白的，对了。哎呀，我是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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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你听下你是。你看这个谁光下？先生，好，谢谢。先生来站哦。对啊，每天去卡登家里先生来。他在干嘛？他想要干嘛？谁啊？这个谁光下？然后听下无啦？啊，我袂晓困，伊在咧尿汗。好，尿汗。现在三只一千五百进来哦，哦，哎呐，哦，真正青的，目睭真正银啊！蜜桃花有没有兴趣？这么大只？对啊，这切块切切的，我好记来讲诶。兔兔诶，真正诶。你帮忙搞呗，叫人上帮你抬啊，都。你讲真正去，等下真正要你去抬。都会好啦。紧诶，不过你食几排啊？快快。我现在是在拍花絮。你这样吃得饱吗？没有，这个是有吗？啊，一边只有一整个。没有，刚才左手边有女生，是哦，我没有注意到。你们这些男生真的是。好，我准备收播了，就这样子，倒数计时喽。今天就到这样，剩下来就是明天早上。现在直播的人好多哦。倒数计时，五、三、三、娘是这一位很像二十岁小女生的，叫做板娘。这位是板娘。要三五斤给我备下。啊。收播啦！去吃晚餐吧，去吃晚餐吧。晚上你们去看另外的直播吧，不要一天到晚在看直播了哈。拜拜，收播。一个，拜。一个人八十。啊，给我那个，给他掉。